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笑飞。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孙中红。孙老师啊，今天这节目一开始，咱是不是还得一起喊一下咱组合的口号啊？那是必须的，飞鸿飞鸿，与众不同。看看咱们的口号，多大气，多响亮，多有个性，多上档次。那是。咱不光口号响，咱俩主要配合默契。对，你不像母将海组合啊，总吹配合默契，其实貌合神离。可不，特别是咱们十周年巡回演唱会长春师范大学站的时候，那俩人掐的是啊，要没严老师镇着，现场指不定掐成啥样。哎呀，人严老师就在长春师范大学急剧研究中心工作，他俩跑严老师那闹事儿，能好果子吃吗？为了警醒他俩，严老师现场还直接唱了一首歌呢，一起看看。好啊。看见没，严淑平老师一亮相，同学们那是掌声雷动啊。那可不，而且这首歌选得好 就是告诉龚海和童老师，咱们是二人转人，不能一天跟小孩似的打打闹闹，成何体统。就是嘛，所以啊，童老师当时你看就老实的，和严老师一起演唱了他俩的经典曲目，天下娘心，算是给现场的同学们赔罪了。这个好。栅栏外呀，陪坐到天明。饭碗起再空，热汤热饭把我烫，我夺过筷子地上扔，扯了床单大声拧，见啥砸啥不消停啊。见儿子犯了病，我气得心直蹦，恨自己为啥不能替儿啊把病生啊。事情全忘尽，只记得自己还是个病，我要把儿来唤醒，让儿快乐生活再均匀啊。儿啊，你看把家变成军营的环境，爬满旌旗飘在空啊。做指甲
嘴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后站，儿正忙来娘陪同啊，起床好一响儿子就行动，躺下没动静，紧张的心情我才放松啊，折腾了一天我浑身酸又痛，两脚肿得一按一个疼，趴在那栅栏上我一动不想动，望着那可怜的儿子心事重重啊，三九天为儿洗衣不怕双手冷啊，三伏天为儿扇风不怕胳膊疼啊，为给儿子买腊肉拼命把地种，为给儿子换大米野菜把地虫啊，精心呵护三十五年整，用真情唤醒儿沉睡的心灵，七彩正望着娘亲懵懵懂懂，岁月浓缩静止在瞬间中，娘娘一声娘叫的我心头一颤，又惊又喜，搂着我儿泣不成声，热泪洒前行啊，差点搭上命啊，三十五年娘陪儿天天都练兵啊，三十五年娘为儿撑起了千斤重啊，三十五年娘为儿被托摇曳宫啊，从青丝生活在幸福中，为娘我纵然一死在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睛啊，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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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啊，真情一曲天地动啊，伟大的母爱中永恒啊，哎，小飞，哎，你发现没有，咱们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校园行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是啊，孙老师，你看这个同学们啊，从全国各地来长春上大学，嗯，这大学生活四年都在这儿。放假回家的时候，这家里人会问东北有啥特产呢？嗯，以前啊，学生们会说这东北有人参、鹿茸、乌草，但现在这孩子们回去啊，还可以介绍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没错，这些啊都可以让更多地方的人来了解二人转，
说到二人转呢，就离不开那个曾经多次上过央视春晚的火遍全国的二人转小帽小半年，一起来看看吧。演的二人转小帽被咱第六届大赛优秀选手蒋百东和王东晴这么一唱，我觉得真是声情并茂啊，让同学们印象深刻。所以说呀，二人转是要结合舞台表演的。可能有很多人在很多地方听过这段小半年，熟悉韵律，现场一结合舞台上演员的表现，整个节目就觉得不一样了。是啊，下面这个正戏啊，猪八戒背媳妇儿更是应了孙老师说的了，咱们一起去看看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二人转转迷手机限时优惠了，原价1680元的转迷手机限时特惠价只要498元，组建团购小分队还将有更多优惠惊喜，关注二人转总动员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手机即可获得详细情况，二人转转迷手机转迷独享。
老师的这猪八戒背媳妇儿真是太欢快了。嗯，小飞你发现没有，咱们十周年巡演校园行的节目都是把最经典的传唱度最高的戏带给了同学们。是啊，这些戏啊真是首首经典，表演的也是个个精彩啊。嗯，但是你说啊，我正总觉得少点啥呢。少点啥？嗯，我知道了，少了一组重量级的人物。这大师一出场效果杠杠的。对呗，看到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来了，我算是踏实了。是，韩子平老师大家都知道是二人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和董伟老师是咱们二人转界的领军人物。嗯，咱们的校园行巡演正是在传承推广我们的二人转艺术。对，我们要把最正宗最原汁原味的东北二人转带给同学们。哎呀，说得太好了，说到最正宗最原汁原味的，那就非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的这首《回杯记》莫属了。嗯，闻听二妹讲一遍，字字如血泪，打动我心中啊，我有心对她说了实话，又怕二妹走漏风声啊，里头一记呦呦呦，我再胡编几句儿把他蒙。二妹呀，要提起修宅建院我都会，要提起打官司告状啊那可不中啊，我从小得了个怕官的病，一到大堂就发懵啊，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吓得我腿肚子转筋，贼拉拉的疼啊。
逃逃到躲在也难成龙龙也说好不一个是等拦路一百个黑侠和你五十个熊二姐我也骂熊我就熊我可不受你糊弄啊谁不知明高官有杀头罪一到大堂就活不成啊你妇女害了我的命是你好嫁给苏大相公怎么离开你王家府想要逃走万不能啊张廷秀假装往外走一旁气坏我二来迎二哥二哥你慢着走你怎忍心把二妹扔二妹若有害你的意我何必等你六年功气头上说了几句伤人话原谅二妹我呀年纪还轻啊王兰英我生来就是豆芽菜空堂的竹子那算白人啊你就好在车沟里跑黑瞎子到多大那都是个熊二哥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儿要玩的离不开呀、啊、花子大胆啊就算成，姐姐成啊！从前看你像豆芽菜，长来长去呀、啊，水灵灵啊！挖了工，水灵，挖了工，水灵，挖了工。二哥呀，你就说水灵。哎呀，我就说水灵啊，水灵灵啊！车车沟里泥鳅来回跑，跑来跑去。能成？嗯，找不了。能成？嗯，找不了。二哥呀，哎呦，能成？哎呀，能成能成，成了龙啊！问二哥，你得的官几品？小小八府巡按工啊！为啥？房房恩妹王兰英啊问二哥你房地怎么样张英夫人你当成啊我当的不是黄金银、哦、当的是二哥你呀一片真情二妹的情谊如山中今陪你在苏州等我六年功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那曾想老个窝里把凤凰生正是何必恩妹回东关升堂问案罢冤平登门过府接恩妹张灯结彩鸾和敏
欣赏完韩子平和董伟老师的回杯记之后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哎呀，肖飞呀，你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组说说？咱们每期30分钟啊，真是太有限了，每次都没听过瘾就结束了。哎呀，孙老师，我们节目组啊早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啊。最近我们推出的二人转转迷手机里面独家收录了二人转总动员50个名家名段的视频，还有100个选手的精彩大戏，更有由小蜜蜂乐队倾情演奏的常用伴奏18首。而且现在啊，咱们二人转总动员呢，为了回馈广大转迷朋友，原价1680元的转迷手机呢，现在只要498元。现在呢，您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转迷手机的热线电话0431-8581-1133，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再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二人转转迷手机限时优惠了，原价1680元的转迷手机限时特惠价只要498元，组建团购小分队还将有更多优惠惊喜。关注二人转总动员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手机即可获得详细情况。二人转转迷手机，转迷独享。你要把掌声请到我楼上啊，我给你找个俏皮又好郎啊。说红的问题杀个愣的别个兜的每个字的拉不丢的名字乐。我恨那老鸨儿心里比那蛇蝎狠啊，是摘下首饰何影上啊，新郎啊那咱你才是二三啊，咱俩就像亲兄妹。